刚一开始，管理员陈汉丽就甲主持人带来趣味的运动，炒热现场气氛。趁着母亲节这一天，连续第三年来举办感谢母亲的活动，结合县内志工团体以及美怀业者等单位，要让伟大母亲过一个难忘的佳节。用不同的力量呢，哈，来感谢我们的妈妈呢。除了十月怀胎的辛苦之外呢，哈，也是就是照顾我们小朋友的辛苦。那我们每一年都是选在我们已经办了三届了哈，都选在母亲节哈，就是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的早上呢来举办哈，来回馈给我们南投县的所有的妈妈。妇女朋友摕着健保卡排队来登记，免费做一挂基本的健康检查，也个美怀业者热情来赞助，替这妇女朋友修整头毛，用上欢喜的心情，上美的造型。来度过母亲节，很有意义，尤其是母亲节。对对对对对，要感谢他们这些志工啦。阿妹觉得让母亲节过得更快乐，是是是，很好啊。说说，因为有教我们很多东西啊，还有健康检查，注意我们的健康。母亲节礼物，对啊，你爱吃两分钟。中兴红红志工朋友嘛来到现场指导民众学习 CPR， 在这志工内底，毛真侪拢已经做妈妈，不过会当为其他母亲来服务，对来讲，唔但真欢喜，嘛加靠意义。虽然身为妈妈啦，好，那也利用这个时间，好教导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事项啊，让我们的天下的妈妈都能够健康。还蛮好，因为去年也有来参加，所以今年就是持续这样，每一年希望都可以办这种活动，带给妈妈快乐。对对，真的。主办单位继续安排精彩节目，让现场的母亲来欣赏，同时发送康乃馨表达敬意，让整个活动在温馨快乐气氛当中圆满的结束。记者蔡宏报道。